松柏乡农会筹划多时，隆重推出了在地黄金蚬产品显然进洞。十七号的上午，在松柏乡农会举行了发表会，以严选在地各式的美味，推出新鲜年菜、年货、糕点，让乡亲朋友轻松料理出美味又好吃的健康团圆年菜，轻食无负担，平安幸福的来过好年。松柏乡农会每年在春节前都会推出在地严选美食料理，搭配出新鲜有机蔬菜、水果、蔬食的概念。同时今年更搭配新开发的商品显然进洞，以松柏王蚬樟脂蚬锭成分为基础，严格把关黄金蚬的原料制作而成，以及各式严选的美味料理，推出生鲜年菜年货，让乡亲能够在过年时轻松料理出美味又健康的年菜。今年113年龙年，我们为了这个龙年的新气象，我们除了我们正常的这个有机蔬菜的宅配之外，我们推出了这个今年龙年大吉的一个春节的年菜活动。那我们有这个常态的养生锅啊，也有这个我们每年这个广获好评的这个黑年糕，这个都是我们在今年比较应景的一个年节的年货。那今年除了我们今年还有我们刚推出的这个显然进洞饮，大家在过年期间吃吃喝喝，尤其是有喝一点小酒啊，吃我们的这个机能的这个显冻饮的话，我们讲这个对身体是相当有的帮助的。松柏乡农会在年菜推出五种套组，长寿丰沛养生宅配，以蔬菜为主，龙生吉庆喜羊羊锅，以及鸿运高照以养生黑糯米所制作的年糕。松柏好赞以日本青森苹果为主，红色富士原果散发着喜气洋洋的伴手礼豪礼。龙友村八瓶鱼鲜礼盒以台湾近海或是养殖鱼货为主。以上的新品上市年货组合促销活动即日起接单至113年的1月30号为止。想要尝鲜的乡亲动作必须要快。记者林杰，松柏乡采访报道。